韩跟关晓彤两人在车站举动亲密，原来晚上的传闻都是假的。很多明星情侣在谈恋爱的时候都会被很多的网友关注，可能会存在着黑粉，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关晓彤跟洛涵两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是很多人都关注的焦点，两人一直大家眼中的恩爱情侣，是很般配的一对。在两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有很多路粉都很讨厌关晓彤。就在最近网传两人已经分手，两人已经在一起一年了，一直都被网友们关注。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就被很多网友吐槽，两人一直都没有搭理外界，两人的感情没有被外界影响，还是一眼一对很恩爱的情侣，这才是真爱吧。两人还一起主演了《甜蜜暴击》这一部电视剧，两人扮演的是主演，收视率很低，也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原因，可能是因为两人的演技吧。两人在拍这一部电视剧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互动，大家都以为他们是分手了，可能是因为两人的感情合不来的原因。不过这一家事情只是网传而已，最近两人传来了消息，两人已经单独出去旅游了，想必是要放松心情。在车站等车的时候，两人还是很亲密的一对，看来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了，之前传分手应该只是绯闻而已，两人的恶感情一直都很好，这下让大家放心多了，愿两人一直都幸福下去，期待他们的好消息。